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播放。不该说的我啊，我才没有这样子啊，老板呢？放在家。之后我们 steady game 就会开始，我们不睡我啊，就在于就。各位乡亲父老、亲朋戚友，今天是我发扬光大的日子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新山人是不是从小哦就看什么戏？第八波，对不对？第八波就是所谓传说中的 MediaCon。因为你要讲先，你怎么？先聊先吗 ？MediaCon 来访问我什么？你懂吗？4月1号，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将开国，就是没有 lockdown 了，就开掉了。很多马来西亚人哦，在新加坡也回来了，所以呢，新加坡的那个 MediaCon 呢就讲，哎呀，最近啊，马来西亚有一个很红的唐僧大哥得啊，然后要来访问一下，我就讲，我一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哦 ，OK 了，预约一个时间啦，还好吧，我预约一个时间啦，哇，我的投手来啦。看到没有？找我有没有错？没错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今天要来采访，不会这样，不会这样，连胡子都没有。我们要有点精神，要折腰。我们要很高高在上，高高在上。没错而已嘛。输啊，在我们的邻居，对不对？我们马来西亚哪里输过？这个可以讲吗？没有，不管是。我们八国联哪里会输人家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举八国联，走吧。走不了了，走了半年就来了，你看我。OK， 我先拿给小白。OK， 总之呢，今天就是很爽就对了啦哈、哦。他打电话来，他跟我讲说，哎，可以访问你的八姑爹嘛。我跟他讲 ，OK， 要给我考虑一下。考虑几秒？几秒？两秒？0.5秒。我的回复是，他讲哦，我还可以访问一下。OK。你错了，我按 K 就按 Send 了。连那凹的时间都要省下来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要给人家 feel 到我们的诚意。哎，开玩笑嘞！啊，全马最红的八姑爹现在在这里，你们看到我的招牌的意境吗？看到没有？来画一个图出来，现在叮叮叮，有些东西我们不要想到这么清楚。唐僧八姑，啊，我的 logo 也出来了。情况。OK， 我做的东西哪里有可能这样普普通通的，对不对？请看我唐僧巴不得的 logo， 蛮普通的。哎，好普通，看好好来哦，你看好的意思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 logo， 我老嗨都要叫他放弃缅甸款。要我们放回去。哎，他如来访问我这个莫慧芳，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看我们拍影片啊，是想讲的，我们拍影片呢，就拿一架这个，然后带一个这个渣男，拿这个，带这个，然后灯光呢，就自然光，看到吧，人家迷恋酷，哎呀。有你，哎，唐僧肉骨茶，所以你是在说这是你的肉吗？所以你是唐僧，每个女人都想吃你。我的，我是大魔王，然后我去杀到唐僧，哇，唐僧的肉给我拿一点，因为小妖精们，因为以前的妖精不是整天要吃唐僧肉，知道吗？嗯，我再给他们吃。哇，你好伟大哦，你把杀人讲得这么合理耶。肯定的嘛，啊，就是他来找我，我考虑了很久才答应他。对，哦，考虑了差不多0.5秒，分钟，没有没有，0.5秒，开玩笑 ，media call 嘞，哇蓝嘞，哎，如果我现在上 media call 啊，哇蓝，我的亲戚朋友们，喂，怎么你在这边呢？你上电视哎，肯定我就这样，应该是师承有约，是不是？前面我还讲到好像很糗这样哦，完全没有，哎，给他遇到小学同学了。叮叮叮叮，好了，等了。快快二小，你们小学的时候他是校花吗？不是，是巡查员。我读书最讨厌就是巡查员。我是带头抄学号的，一定是抄你。哎，还有讲什么？不要跑，不要踏草。哎，排队。我们年代不一样哎。排队。你是零六年的对不对？零六年的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出社会了对不对？好练啊！现在有第八波来采访他，他
他这边，他不要理我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把我给抛弃。我也不要理你，你不要。他也会抛弃你的，绝对。第一次带麦啊，你怎么那么多玩意？我没有带过麦从这边伸进去。那你帮你孩子连麦的时候也做这个功？如果是羊的话，你如果是摸了的话，他们可能像我一样做光光。哇！你要收徒弟吗？要收徒弟啊？谁肥宅来了？谁肥宅来了？他旁边那个一定要带住啊！一定要牵住手，一定要牵住手，一定要带住，没有牵住手不可以。他女朋友会放脾气。网红哦，懒叫网红啊！懒叫网红。开始拍了吗？还没有。开始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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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身很多人叫我飞完，我用右卡。OK， 好了。3, 2, 1, go! Everybody， 青春永驻的秘密，长生不老的秘诀就在这里。唐僧肉骨茶，让我们欢迎 Tomato。耶！唐僧本人吗？这个不是唐僧肉，哎，这个是唐僧肉，我不是唐僧。哦，不然就是吃你的肉。大魔王，我是砍唐僧。不要两百。哦。OK。天都不要帮你呀、啊，下雨啊！哇，很热嘞！太热了，我弄，我不大会拍这样的。我懂，我懂。我怕压抑住很久啊。哦，我不懂要怎样接话的。因为我想讲的，我又不懂可以讲。你讲犹豫了一点，你可以讲的，他会剪掉的。你全部骂出来，你现在抒发出来，真的。不是，我没有骂，我没有骂，因为以前我拍影片哦。我想讲我就直接讲。对啊对啊。我这个是哦，我要想，我一想哦。我没有神兽的。啊？我没有神兽的，你讲错我踢掉。我是 OK， 只是我怕讲错了，我又不懂啊，不能讲。被正规电视台绑住的有点懵。最后啊，一个人讲一句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频道。开启小铃铛通知。哎，一起讲视频不漏看，视频不漏看。不漏看，视频不漏看，对，视频不漏看，对，视频不漏看。3, 2, 1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Stop， 3, 2, 1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 like and subscribe， 点赞并且订阅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你们马来西亚 start to end 是这样，来一个 3, 2, 1 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，记得来 JP support， 还有二七八，还有我的办公室啊。对， okay? 这里有一个红色的板凳，记得一板凳大力拿，看下去。我看你看了啊，不要靠北啊。对，上次呢，我最后一次跟他合作呢，是拍那种情趣用品。现在他已经变成那个 MediaCo 的主持人。I'm so sorry， 只要当事人不承认的，一切都是谣言。哇，现在玩这种了，哎，这样 MediaCo 有限制你什么东西？限制我什么东西哦？比如说跟你在一起啊？这么切呢？为所有爱执着自投。这样子他不肯跟你跟我在一起哦，我这样我会忠告吗？不会啦。你会不会忠告？不会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啦，只是希望我们在外面注意一点形象啊。就这样了呀。呀。然后你现在如果你做那个第八波的那主持人了呀，你没有演戏啊？有啊，演戏啊。演戏比较多还是主持比较多？最近是主持比较多，之前是演戏比较多。这样有唱歌吗？没有。哎，新加坡很喜欢叫我新年的时候叫你们去唱。那我有，我赚了两年了。哎，这样那边赚的钱会比这边的多吗？以我来讲吗？啊，不会。不会。不会。
就是讲说，我们不要讲倍数，哎，就是讲说，比如我在那边做工一个月3000块，啊，在那边做工一个月3000块，这样就要一样。哦，那就差更多了。啊？这边比较多。我赚的比较多在这里。怪不得新传媒的艺人全部会跑掉了。你给我这样。哎，我们这样看似嘞，一走越一直找新人嘞。没有，可能他会有别的更好的发展，所以他们继续发展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红星大奖，嗯，如果你有拿到奖，嗯，薪水是会提高的。哎，不会。为什么我拿到奖要提高？你去你的 annual leader 里拿一个最佳员工奖，他不会起薪水的。不会起啊。但是你一般公司是不会的。是嘞。老牙，那个奖项就是代表一种肯定。怪不得他跟我讲，你在说老牙。我才没有这样子的，老板你不要去上人家。还可以啊。哎，爽吗？梁，新传媒访问我们。爽啊，爽啊！我们品牌已经国际化了。只是去新加坡而已啦，没有国际。标奖也是国家。哎，现在地方都在访问我们啦，你们还不要来吃我办公室，还有吃阿牙鸡排。嗯啊。快来啊，我之后哦，我要开多多间，我要学阿雅这样。对，你开多多间要这样买完。你要开啊？没有，你要开啊？全马开个150间这样就够啦。太多了，150间太多了。我打算做完了我就卖掉。我已经到达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哦，开到一个100间这样，我就卖掉它，然后我就去自杀。快速自杀。到人生的巅峰。可以，叫你快点自杀。我自杀前哦，我一定杀死了。OK 啦，好，总之呢，这个影片我也不用几十处，他们的影片我也不用几十处。嗯，你看到的时候就去找一找这个影片，找不到可能他们还没有出。啊，有啊，他们有2个礼拜后。喂，总之你们看第八波啦，注意看一下，会有一点小广告这样，你们就看到我们两个人那种懒焦脸在那边。OK， 总之我们呢现在做 YouTube 呢，4、5年他都5、6年了哦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进步，没有理由你还一直叫我们这样肥力肥来嘛，一定要做点生意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之后我们 Steady Gang 就会开始我们的鬼屋衰尾啊，期待已久。Steady Gang 的channel会 update， 所以之后鬼屋衰尾呢，全部会在 Steady Gang 的 channel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啊。support 我们一下，support local 食物，巴布德可以出外国了，鸡排也是可以去外国的，好，也顺便 support 我们 Steady King 啊，好，我要抓好人进来，还有现在我们多 Steady King 多一个成员，那个老懒的他讲他会看到鬼啦，又会被鬼上身啊，然后他讲他不要去啊，你看我抓他去没有？对，一定要抓。他讲他要去的时候他请保镖啦。老人就没有这样有钱请保镖，他就讲哦，哎呀，不然我们请个师傅去喽。那师傅不会露脸啊，其实简单来讲，不要给他钱，所以叫他不要露脸。对，你们不要以为哦，我们在荧幕前面哦，那好人那样啪啪啪假假的，他真的闹懒了，我跟你讲，又没有钱又闹懒又怕死。是 ，OK 啦，好，继续 support 我们 Steady Game， 我们的 channel 要重新布出了。是，我们要开封了，我们要去开我们的天眼了，开天眼。OK 啦，好，今天影片到这里。这里有一个红色的，你跟他大力的看下去，拜拜。